2018年12月5日，December 5，2018。这里是新生站，这里蛮多人从这边下班回芦洲的。这里等的话，差不多要，玩芦洲的回龙都是在这边搭，这都要等十几分钟就有车子了。这是往芦洲的。Transfer station, Jersey.